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皆化颜。寄何从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珠帘。每每路经江南，见到那或立于西河两岸，或隐于深山云雾中的那白墙黑瓦的古民居时，心中便会感叹道：一方水土岂只是养育了一方人，它还孕育了一方家园。家，这个在无数人心中最为温暖熟悉的存在，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衍生出了千万般不同的模样。而小桥流水人家，也许是对江南民居最好的诠释。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江南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河岸人烟稠密，商丝林立。河里船来船往，鸽子绵长。江南的生活是水做的生活，江南的风情是浸在水里的风情。对于江南的居民来说，水是最好的恩赐者。他们把宅子建在水边，一面出口毗邻街道，一面出口毗邻河道，这便是江南水乡最根本的样子。一半是水，一半是岸。古朴的石桥跨河而过，连接着桥的这头和那头。小舟穿过桥洞，或长或短的石阶从水里升起，延伸到宅前屋后。这样看来，水乡不就是一幅画吗？以水面为宣纸，是以船只石桥，标以古街深巷，只需稍稍一展，便是一幅自然清丽的水墨丹青。如若说水乡是一幅画的话，那么水乡里的民居大抵就是题写在画中的诗了。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江南便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民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战乱使大批人向南迁徙，这一趋势使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经济重心从此南移。唐代，这里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官宅。随着南宋建都杭州，江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到了明清，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达官显贵、地主富商、文人雅士纷纷选择在此地建宅，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各具特色。而水乡里的江南民居又同别的地方不一样，这里的民居是真正的临水而居，在水面上支起几根廊柱，房子便建在上方，对空间的利用发挥到极致。
屋前是由石板铸成的条石薄岸，石砌护岸整齐，且有合部，既方便船家、商人上船下船、搬运货物及出行，又便于百姓汲水和洗涤。沿河则是弯弯曲曲的长街，整条街屋舍连排，侧墙相接，有的楼前连披檐，檐下设美人靠，雨季可避雨，夏季可遮阳，给行人以方便。有的房舍之间山墙高耸，或做成云头，或做成观音都是，也有做成三叠马头墙似的，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别有风情。各楼之间又有券门相隔，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纵深。而从房子外面看去，便又不似雕栏玉砌、碧瓦朱烘的华丽，黑白的配色是最最简单质朴的模样。这样的颜色是有考究的。江南气候炎热，空气湿润，做成白色的外墙能很好地吸收阳光，散发热量。而且江南花红柳绿，一年四季下来自然颜色十分丰富，黑瓦白墙的民居立在其中，既不会因为太华丽而浮于表面，又不会因为太素雅而失了存在感。尤其在炎热的夏日，看着这一派素雅沉静的民居，更是有一种清爽的凉意。这样的民居在水乡中亭亭而立，多出了一份清丽婉约、淡雅如尘的气质，不骄不躁，不悲不喜。青柳、白云、蓝天、碧水，粉墙黛瓦的民居，摇摇晃晃的小船，是游人访客不舍离去的世外仙乡，也是江南游子魂牵梦绕的亲切故土。清丽、温婉、素雅，水乡里的江南民居大抵就是这样的。若走过水乡，再往里去，民居便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江南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土地便显得珍贵了起来，故而江南的民居极省空间，布置紧凑，尽量不占农田，这就与北方的四合院有些区别。江南也是有四合院的，只是这四合院并没有北方那样开阔，而且它不叫四合院，江南的人叫它四水归堂。四水归堂即由四房合围成的小院子，做采光和排水用。堂就是指街前的空地，四水指四边屋顶形成天井，将屋顶的雨水积于天井之中而流下，寓意水聚天心，称作四水归堂。说到四水归堂，不得不说的就是天井。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林徽因女士说过，中国古建筑最生动、输于世界各国的是木斗拱。若要对各种类型的江南民居做个对比的话，最生动、最令人惊叹的要数天井了。天井又称天空之井，是四方屋檐衔着的一片天。天井在徽派建筑中尤为多见，
有堂皆景是徽派建筑中的一大特色。徽商誉满天下，很多人都不缺钱，宅子的院墙都建得不低。按理来说，高墙大院应是常理，但徽州人却更偏爱小小的天井，这就让人有些纳闷了。天井面积不大，四周围墙高，日照必然不充足，会显得院子里阴暗潮湿。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坐井观天，不觉得有些憋闷吗？常理来看是这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般来讲，天井是在正堂和门厅之间形成了一种过渡的闲逸空间，四周高墙耸立，这样的布局在江南炎热湿润的夏季能遮挡住阳光，让院内保持清凉。天井内斜的四方屋檐在雨季的时候能让雨水从屋檐滴落到院里的排水暗道内，这即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以防自家的雨水流到别家去，防止了邻里纠纷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墙高井窄的设计能自然形成一股由里及外的自然吸力，加速院内的空气向外对流，有如一个自由呼吸的肺。有着这样一个天井的宅子，既通风又凉爽，还能有意想不到的生活情趣。试想一下，当你走入高墙重门，绕过厢房过道，本以为这宅子应是封闭而枯燥的时候，却在四四方方的天井下拾得一片从天空上洒下的阳光，寻得青石板上一抹亮眼的绿意。在这一瞬间，你会福至心灵，会觉得整个宅子都鲜活灵动了起来。这精心构建的方寸天地，竟也能给人一种别有洞天、柳暗花明的奇妙感觉。到了潮湿的雨季，雨水顺着四方屋檐落下，齐齐汇入天井的水道，降下一串串的雨帘，泡上一杯清茗，于屋前静坐听雨，是一种禅意。天气晴好的日子里，阳光从天井上方倾斜而下，温柔明媚，驱散了内宅的阴暗潮湿，坐于院中沐浴阳光，是一份安暖。因花结屋，住日月于湖中，临水成村，辟乾坤于洞里，正是天井意境的真切写照。他守护着这一方院落，也守护着院落里的人。有的人走了，有的人还留在这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生活永远都是宁静而略显枯燥的，但江南的人总能把枯燥的生活过成一首诗，最平凡的生活也能呈现出最美的样子来，从这些民居中便能看出来了。他们朴素的外表下包裹着最精致的内里。通常情况下，宅子里是要有植物花卉的，或者任由那绿色的爬山虎爬上高高的院墙。他们喜爱自然，对这些绿色的生命非常宽容，所以我们经常能在一座江南的宅子里看到许多植物花草，生机勃勃，装饰着乏味的岁月。屋子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讲究，甚至到了一种严苛的地步。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比木雕更有说服力了。
江南气候湿润，森林资源丰富，从古到今便是我国木材的重要产地，木材制造业一直遥遥领先，这就出现了一批才艺卓绝的工匠。他们以木为舞台，技术高超，独具匠心，一刻一画之下，皆是世间绝无仅有的艺术品。牛腿大约是最精致的木雕之一。牛腿学名叫撑拱，它的历史并不算久远，大约是在明朝初期时出现的。牛腿一般用不易开裂的樟木做材料，不变形，耐虫蛀，但材质相对一般了些。可就是这一般的材质，在能工巧匠的雕刻下，能造就枯木逢春的奇迹。牛腿作为一个精致精细的物件，对手法、技艺和艺术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古时候的工匠讲究慢工出细活，雕刻一个小小的牛腿通常需要花费他们几个月的时间。也正因此，流传下来的牛腿雕工大多比较精美，刀法纯熟而流畅，图案生动易趣，雕刻内容更是丰富多彩。独具匠心的工匠们广泛地采用儒释道、花鸟、吉祥物等题材，交错地运用浮雕、镂空雕、半圆雕技法，使整个牛腿玲珑剔透，身形兼备。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品成了一个宅子的脸面，故而在江南传统古民居的木雕中，做工精细考究，最为吸引眼球的便是牛腿。一般来讲，在房子上雕刻牛腿的必定是大富大贵的人家。江南不缺商贾巨富，这样的宅子也很是多见。与水乡的小家碧玉不一样，这些个宅子浑身充满了大家闺秀的典雅高贵之气，宅子里的牛腿更是生动而富有变化。内容丰富的雕饰下，还有着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人物以仙人的形象居多，这些仙人立在柱子上，姿态飘逸，眉宇间潇洒不羁，安宁祥和的形象代表着宅子主人对天地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祈福。而在动物图案里，尤以狮子最受欢迎，圆圆的绣球经常与狮子相伴出现，二者组合起来便是牛腿中非常常见的造型。狮子高大威猛，是一种家宅瑞兽，绣球在我国古代亦为祥瑞之物，而狮与狮谐音，故狮子戏球象征官品与权贵，也有子孙繁衍、家族昌盛之意。木刻的狮子身姿倒立，轻灵飘逸，镂空雕刻的玲珑绣球乖乖地待在它的爪子下，一狮一球的组合令人心生欢喜，妙趣横生，活灵活现，为宅子里的人带来幸福和安康。
如此这般，倒真是应了木雕之乡东阳流传的一句雕花口诀：刻花要吉利，才能合人意；画中要有戏，百看才有味。这或许就是这种意趣的生动写照。毕竟生活除了沉闷和乏味，理应有一些希冀与趣味的。而古人对木雕的喜爱远不止于此，稍微讲究些的人家，无论是屋里的斗、拱、窗、梁，还是家具的设计和制造工艺，都细细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看起来繁复又华丽，灵动又活泼，还带着让人叹为观止的惊艳。这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大约是那窗雕了。在这之前，兴许很少有人会想到，窗户这个地方也能诞生出精美绝伦的木雕艺术品。窗雕最考验雕工的耐心与细致。江南的宅子多是雅致的格子窗，在这窄小的格子内辟出一方乾坤，是一件极费心神的事情，但这并不能泯灭工匠们创作的热情。你大抵很少能见到诸如窗雕这样的艺术品。在那一扇扇窗户上，有象征吉祥的瑞鸟，有生动活泼的小兽，有追逐嬉戏的孩童，还有御风而来的仙人。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每一个图案都极尽雕工之细腻，画面之生动，题材之多变。平凡的窗户成为了工匠们大展身手的竞技舞台，一扇扇地看过去，不忍错过任何一个角落，咫尺之间，方寸之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个典故，一则寓言。一漏一刻间，反映的是传统文化的内涵，显出的是古代手工艺的魅力。雕雕刻刻，如琢如磨，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便都刻进了这些巧夺天工的木雕里。这是匠人的智慧，是木头的重生，也是生命的舞动和希望。江南人的精致，精致到了骨子里，江南民居的精致更是与生俱来。但若你认为这精致只是华而不实，那你便错了。江南民居多的是说不清道不完的历史和故事，它是魂牵梦绕的老家，是璀璨夺目的艺术品，也是剪不断割不掉的文化传承。祖祖辈辈的故事在这里延续，在这里发展，历史在这里永远年轻。这样的古民居一般以群落的方式呈现，而江南的大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古民居群落，这些古民居有着千年百年的悠久历史，时间的刻刀无数次在他们的面容上划下痕迹。他们已垂垂老矣，有的变为了一堆废墟，有的在时代的风雨中飘飘摇摇，
有的格格不入地耸立在一众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高楼中，孤独无群，更多的则是隐藏在一个世人鲜少有之的僻静角落内，与世无争，就如一处世外桃源般平平淡淡、安安宁宁地绵亘着悠远的岁月。这样的古民居若不经意间邂逅了，便跌入了历史的长河。踏上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子，巷子两边是林立的古民居，民居的砖瓦已经不是原来的颜色了，它们被岁月浸染得有些乌黑。曲曲折折的小巷安放在一众民居中间，蜿蜒着爬向远方。有些湿滑的青石板路上，空气都是悄无声息的，生怕声响大了些便惊醒了沉睡在这里的历史和记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透着古朴的沧桑，让人不忍离去，让人无法自拔。我们循着一处院落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便是宽阔的天井，还有门房上已经褪了色的对联。几百年过去了，宅院里的人来了又走了，留在这里的只有一些老人。老人们平时的消遣很少，便都围在一起闲话家常，或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儿。空闲的时候便拿了扫帚，一寸一寸地认真扫过这座他们祖辈生活了好几代的院子。老人老宅互相慰藉，互相守护，他们是彼此的依靠，彼此的寄托。风声寂静，雨声滴答，外面的纷扰仿佛都与这里无关。时光的脚步似是停止了，又似是他已经忘记了这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老人会离去，这些古宅也会失去生气。就是不知到了那一日，会不会有人像从前那样掸去他身上的灰尘，轻抚他苍老的面容，触摸他久远的记忆，把它放在眼里，记在心里呢。